我不是有意要打听你的私事的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其实我小时候跟彤彤一样，没有父亲。我母亲跟我父亲谈恋爱的时候就有了我。后来我爸喜欢上了别的女人，他就跟她结婚了。我妈被抛弃以后。 从此，他的性格就变得比较偏激。我相信你已经领教过了。我妈生下我之后，就再没有结婚，所以我后来随我妈妈的姓。那，你是怕彤彤和你一样恨自己的父亲是吗？我只是希望彤彤不要跟我一样。 体会那种没有父亲的感受。说说你家吧。我们家很普通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我想听。我妈妈是个幼儿园老师，所以我比较喜欢小孩子。你爸呢？我爸爸是个工程师。 他以前对我要求特别严格，如果我考试考不到前三名的话，他就会发脾气，然后会严厉的批评我。你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？没有。那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？上大学的时候。你是我的希望。 我就希望我能变得像你一样优秀。那次事故，我见到你本人以后，我又希望能变得像你本人一样善良。大学毕业之前，我就有了一个机会，我可以去力士集团实习，在那儿我又遇见了你，所以我就希望。 能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你，也希望。湘君，湘君，湘君，王叔叔，原来是你啊！王叔叔，好久不见了。 我看你现在可真不错啊！啊，您现在还在北京国际医院上班吗？快退休了。哎，这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啊，也差不多了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从国外回来有些日子了，怎么也不去家里玩呢？不好意思，王叔叔，我从国外回来一直忙律师楼的事情，也没有腾出时间。那下个礼拜我去拜访您吧。啊，见过你父亲了吗？ 看不看我不要紧，有机会啊，多去看看你父亲。湘君，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，我知道你心里啊有些解不开的疙瘩。可是天底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亲。你爸他嘴上没说，心里是想你的。他身体不好，年纪也大了，这人老了一年一个样，你要多珍惜现在相处的机会啊！啊。 先生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向董事长。请问您有预约吗？哎，先生，您稍等一下，里面在开会呢，董事长不在。
您不能进去。董事长不在，谁开会？哎，先生。啊，您看是不是？先生，您不能进去的。想去？哦，你先回去吧。李叔，我爸在哪儿？董事长，您看谁回来了？董事长，你们先慢慢聊着，我先下去了。好。想起回来了，在外边工作，生活的还好吧？顺利就好，顺利就好啊。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要多注意身体，知道吗？哦，对，你坐。哦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湘君啊，有空常回来看看。现在我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，公司的事儿也是力不从心，像是我几十年的心血，我不想看到。湘君啊，你能不能回来帮帮爸？我先把手头的事情安排一下，给我点时间。湘君，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这里不舒服。我白天见到我爸，他比我想象的老了很多。在我记忆里，我爸为了经营公司，就好像一个巨人一样，永远站着，不会倒下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变老。每个人都会变老啊，只是你爸爸他身体还好吗？他身体很差，已经连公司都不能去了，只能待在家里静养身体。他瘦了很多，头发都变白了。他让我接手向氏的生意，我答应了。真的吗？那他一定很高兴吧。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我觉得我跟他还是很陌生。你是有家不想回，我呢有家回不去。五年了，我经常做同一个梦，梦到我回家，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应我，然后就从梦中惊醒。这些年我只能偷偷地跟我妈妈联系，也只能从电话短信中知道他们的消息。我真的很想回家，我也好想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。
所以湘君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爸爸他都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他现在很需要你，所以你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你父亲渡过难关。你为什么这么能理解别人？因为我也希望别人能理解我啊。怎么办呢？很快就忙了，见面时间都没了。那就等有空的时候再见。可是我希望每天都能够见到你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肚子饿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好。董事长好。董事长，李叔，您通知财务，把财务报表拿给我看。是。李叔，你是跟我爸一起打天下的老功臣，还是叫我湘君吧？啊，董事长，你刚接管公司，最重要的就是服众，大家都在看着我们这些老臣呢。如果我们僭越了，恐怕以后就不好管理了。你放开手脚，大胆干，我们这些老臣会鼎力支持你的。没别的事儿，我这就去通知财务室。好。哎，李总，请问这次历史集团拿下北京东边的那块地王，准备怎么去发展这块地呢？我准备拿来开发工薪阶层的老百姓有能力可以购买的房子。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你知道吗？历史集团总裁的女朋友是大明星张曼迪。有钱又怎么样？自己的女朋友被导演睡了，还那么神奇。你们没看最近的报纸，登的全是张曼迪的绯闻，也没见他出来给自己的女朋友说点什么、做点什么的。所以说嘛，这娱乐圈就是乱。来来，掌声欢迎历史集团董事长厉仲谋先生为我们的新楼盘剪彩。我不想再听到跟这件事有关的传闻。明白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李总，有位陌生的客人在会议室等您。陌生的客人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她已经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了。有预约吗？没有，但她说李总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，
一定要当面答谢厉总，并把那天厉总垫付的钱亲自归还。请他到我办公室来。是。厉总，人来了。来，谢谢啊。大姐，这位呢，就是我们厉总。大姐，来来来来。厉先生，我是那个大晚上您救助的老人家的女儿。如果没有您，我妈妈可能就……我代表我们全家人谢谢您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们这辈子都记住了。哎，你不要这样，大姐，来来来，起来说。我妈妈得到了及时救治，身体已经好多了。我弟弟一直说要好好感谢厉先生和那位大妹子，可是那天你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我们都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您。直到昨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您，看见这个，我们才知道您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板。我们从报纸上找到了您的公司，这是那天欠您和那位大妹子的医药费。你还是留着吧，拿上吧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就当做给老人家补补身体。这可不行，这钱您一定要收下。虽然我没念过什么书，可是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这个钱一定要还给您。大姐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收下这个钱，那请你把这个钱捐到我的基金会去，将来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，好吗？好吧，那就听您的。这是我们家那边的土特产，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拿回去让大妹子尝尝。收下吧，尝尝，很好吃的，收下吧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哎，拿着。啊，我收下。谢谢。我知道你也不需要我们什么回报，那我就祝您好心有好报，好人一生平安。那我就不打搅你们了，再见。哎，大姐，这边走。哎，刚才来的那位大姐，我给送下去了。太感人了，你说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这事儿？林特助，哎，你是不是想要多放几天假？我不是没假放了吗？厉总啊，你最近没事吧？阴晴不定的。哎，当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林特助啊，过来，我这边有事。过来，我先走了。吓死我了！你走路不看路的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不是彤彤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有一个人来找我。啊？谁呀？就是那天晚上生病的老太太，她的女儿。啊？特意跑过来还钱，然后还带了一些礼物给我。也不知道那天是谁说人家是骗子。那个老太太后来怎么样了？听她女儿说，她现在恢复的还不错，已经出院了。你看人还蛮准的。我哪有看人准啊，我就当自己是阿 Q， 因为我觉得阿 Q 也是一种精神啊，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精神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其实你不用特意过来的，
打个电话说一声就好了。我先进去了。一起吃个饭吧。啊？嗯。去哪儿啊？在你家吃吧。啊？我倒想看看你这几年是怎么养我儿子的。开门。我要的财务报表都在这里吗？是啊，是啊。那我们陷入这么严重的财政危机有多久了？哎，自从5年前力士摧毁了我们的环保计划，公司业绩开始不断的下滑。现在像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啊？力士集团。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可以跟我们一起联手？本来粮食集团跟我们关系很好，可是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粮食忽然态度不明，是敌是友搞不清楚，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好，这个事情我来解决，今天先到这里吧，再会。盛俊，真的是你吗？你竟然会主动打电话给我。你今天有没有空？我们去喝杯酒吧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只是好久没见，我们随便聊一聊。好吧。那8点半在露娜酒吧，不见不散。给他接杯酒。好的。你喝威士忌，为什么给我喝那么淡的呀？说吧，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要是觉得我没事不能来找你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好不容易逮着你，想跑，门都没有。你这个梁道小姐，人又漂亮，嘴巴也厉害，可你的脾气一点都没变。温柔的我也会，你看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不知道，还以为你白骨精附体呢。你还是恢复正常吧，你这个样子不习惯。你才白骨精呢，你还猪八戒呢。你现在是白领骨干加精英，简称白骨精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在你老爸那边上班觉得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习惯吗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忙嘛忙死，无聊的时候呢无聊的要死。那你老爸是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你了？千万别，我现在都要罢工了，如果他再让我干点别的，我非起义不可。那最近他在忙些什么呀？他好像准备启动一个什么项目，整天出差，神神秘秘的。什么项目？他只是说投资的金额还蛮大的，谁知道呢，我根本不关心。他找到合作伙伴了吗？不清楚，这我就更不关心了。哎，你问那么多关于我爸的事情干什么？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哎，我们两家可是这么多年的世交，我爸和你爸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，为什么这次这么大的项目启动我们都不知道？你爸需要找合作伙伴的话可别忘了向氏，还有你老爸对向氏的态度好像有点转变，知道原因吗？那是他们大人的事，我哪知道啊。对了，三里屯最近开了一家新的酒吧，是我朋友开的，我带你去玩吧。我好像听说你老爸跟力士有联络。
都说了不说这些了。再说了，什么合作伙伴啊，我爸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将来的公司还不都是留给我跟我老公的。如果你要是惦记着梁氏家业，不如你上门做他老人家的好女婿，怎么样？女婿？什么好女婿啊？说得好听吧，你们不就是想找一个吃软饭的吗？向军，你今天真的很奇怪哎。我们家的公司本来就是留给我的，我给我老公打理，怎么就是吃软饭了？我以为你今天叫我出来就是想开开心心的聊天。如果你是为了跟我吵架的话，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湘君，你给我站住！走走走走走，走了我自己还不能玩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给我来一杯。好。不，一瓶。故意的，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滚！看着怂包，梁小姐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臭男人，放开我！我救了你，你不说谢我，你还打我，你找死啊你！没事，什么情况啊？醒！你是谁啊？我你叔。我要喝酒。哎呀，我在开车，很危险的。我要喝。喝什么酒？都喝多了，还喝什么酒？不许喝。穿衣服行吗？你干嘛？喂，到了八辈子没了。危险！喂，醒！你到底行不行？我数三个数，你要是不行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一、二。还不行啊！你这个死丫头，你醒一醒啊！你喝成这样，回到家你爸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？啊！我要不是看你被人欺负，我才懒得救你呢！喂！曼迪小姐，听说厉氏总裁厉仲谋先生动用了数千万资金买下了这份电影合约，请问是否属实呢？曼迪小姐，厉总裁的这个举动是否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呢？传闻你和厉仲谋先生就要订婚了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请问厉先生此举是否会引起电影制作公司的不满？您是否会因此而息影呢？
请大家一个一个提问，先请张小姐统一回答大家以上的问题。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关心，我今天召开这个记者发布会，也是想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份合约确实是厉仲谋先生为我买下的，我和厉先生的关系相信大家也有一些了解。厉先生这么做当然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有个更好的发展，至于订婚结婚，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些空间，不要妄自猜测。但是我在经历了娱乐圈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我确实有想隐退和吸引的想法。各位媒体，今天的记者见面会到此为止，谢谢。这你让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人啊？那就不要见了。你，这件事你是怎么办的？你不是说已经跟电影公司那边打点好了吗？为什么会传成今天这样？我有话直说。你跟张曼迪小姐订婚这个消息的确是小霸捕风捉影，但是说呀，但是是张曼迪小姐自己让记者故意造成这个误会的。我呢从几个圈里朋友那儿得到一个消息，说根本没有潜规则这个事儿，是张曼迪小姐拿钱给公司，让公司制造了这桩丑闻，然后呢又让记者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所以我所以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一手设计的，是吗？对。出去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监督停车，陪我下去走走。好。厉总啊，你要是心里难受呢，你就大声喊出来。啊！这样喊出来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以前啊，我心里难受的时候，就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喊出来。要不然，再硬的爷们儿也得憋疯了。监督，你觉得我是一个无情的人吗？这谁说的？谁要说这话，我第一个跟他没完。哎，前两天你不还救了一个人吗？厉氏集团厉仲谋。商界才俊，但却自私冷酷，女友无数，从来不知道真爱是什么滋味，
这不是报纸一直都这么说的吗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那些胡说八道了？我以前身边出现过的女人，薛丽丽、珍珍、赵婷，还有曼迪，我一直都不肯给他们任何承诺，更不用说是婚姻。这不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无情吗？人呢，有的时候就像水果，外壳越坚硬的水果，果肉就越柔软。哎，就像榴莲，只有带刺的坚硬的外壳，才能保护得了柔软的自己。仲谋，我虚长你几岁，虽然没你有成就，但我也阅人无数。你不婚，不是因为你不想，而是因为你害怕，所以选择把自己保护起来。我觉得。你觉得什么？我觉得你把婚姻看得太重要太神圣了，所以你不会轻易地投入感情，因为你知道一旦投入了你就会陷进去无法自拔。我知道你认为只要结了婚就要100%的负责任，哪怕有一点点的犹豫跟怀疑你都不会接受。在这之前，你没遇到这样的人，遇到一个让你有信心你可以对他不离不弃的人，所以你宁愿选择不婚。我知道你不想你自己将来的家庭像你现在的家庭一样，更不想自己的孩子像你一样痛苦，所以当初你连小孩都不愿要。周某，你不是一个冷酷无情只爱自己的人，你是一个想对身边所有人负责任的男人，所以说你冷酷无情的那些人只看到了表面的你，看不到你藏在心里的。我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？有。哎，我林建东好歹也算条汉子，可是我为什么愿意在你身边鞍前马后马首是瞻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心里佩服你。周某，你放心，100个人站在门外问门会不会开，但对的那个人他自己会推门走进来。嗯，你什么时候成了最了解我的人呢？嘿嘿，没想到你现在的这张嘴还挺能说的。哎，何止是嘴能说，我林建东看人也一向看得准。走吧。哎，我们别走楼梯了吧，我腿都快走直了。他们要结婚啊。哦，消息突然，可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。今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啊，发现那些卖菜的阿姨正在边看边议论，我呢就过去瞄了那么一眼，哇，一下子发现他们照片了，才知道原来他们两个人都要结婚了。哎，你说那个张曼迪要结婚了？啊，是啊。是吗？哎呀，我女儿是她的粉丝啊。是吗？哎呦，这怎么要结婚了？他俩挺般配的，太子佳人啊。哎，抱上，抱上，抱上。你上来，哎，抱着拿着。这要结婚了，哎，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哎呦，现在娱乐圈可乱了，是的，像那个什么潜规则，哈哈哈哈哈。一共有18家报社，14家杂志社，29家网站，我都已经联系过了。明天京城不会再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您和张曼迪小姐的消息。建东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。您说。查一下现在迪亚影视账面上有多少钱，然后全部取出来，
我要投资一部新电影。啊？找最好的导演，最顶尖的制作团队，我要这个项目立刻启动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找张曼迪主演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有，我要整部电影全部都在国外拍摄，短期内立即启动。我明白了。哎呀，女人啊，千万别自作聪明，不然的话，她……喂，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饭。好啊。晚上见。晚上见。雨沉睡在我胸口，冷风耳边狂吼，夕阳的坠落，路仿佛墨镜透，蔓延灰暗的云朵，遮挡天高海阔，但却不退缩，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先把伤痛都感受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你放弃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背影拉长在身后，大步地向前走，当我抬起头，满天星在闪烁，开满鲜花的王国还在为我等候，宽阔挣脱会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只有征服了脆弱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你放弃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冲撞，不痛，信仰在心底做炙热。